是第二天早上，然后昨天晚上整个风超大，但是蛮好睡，因为帐篷嘛。我们现在要就是天幕救起来一下，天幕被吹垮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先送完天幕吃早餐，今天准备去爬奇莱南峰跟南花山。吃饱喝足，我们要出发了。今天是第二天，今天的目标要爬上，好像是那边吧？是那边吗？还是那边？我们要去爬奇莱南峰跟南花山两座。都是陡的哎！我一开始就你昨天不是最快的吗？是我只有气胸了。4.5公里，子俊说预计50分钟，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会1.5小时，再多一点。大家很累，我昨天就很像阿尚，跟他昨跟他昨天的影片比起来，是不是差很多？走了快1小时，还走不到1公里，疯狂休息。才走了1公里，就要花1小时了。我们现在进度真的是完全落后。这里就是天池吗？可是这池也太脏了吧！天池拍个照，现在继续前往武南峰。标示牌是写还有2公里，但是超级漂亮，你看云都飘上来了，变冷了。现在海拔已经到3000多了，可是南峰是3300，所以还有段距离。然后今天走起来其实还没到上面不知道，但觉得现在没有到很累，累的都是昨天的疲劳累积。那昨天背完那重装包包之后，现在全身酸痛，背超痛，很累累啊 ！Go go go！ 进到这种茂密的树枝里，这边真的好舒服哦。原来爬山觉得好玩，觉得想再来的点，不是它到底有多漂亮，虽然这也是一个，就是除了风景之外，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在爬山的过程，你必须不断跟自己对话。你要像我们的跑步一样，你要不断跟自己说快到了，你可以的。因为在高海拔、肌肉疲劳的情况下，真的会很容易放弃。这时候就是有队友重要。最重要的是，当你把眼睛闭起来，耳朵仔细听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好安静。剩下1.3公里。奇莱南峰超级漂亮，现在是在山岚，还没到最高峰，现在才3100。我们的奇莱南峰是3300。哦，看一下，还这么远，到这，加油好吗，各位？我们还有1.3公里，有 ，Go Go Go！ 最后1.3公里了，我们的。我们的山头好远 ，Go Go Go！
到了上面之后，发现景色好不一样，好美啊，真的很漂亮。子俊选手暂时领先，他用非常快的速度在上坡，目前落差大概，我觉得丙俊会赢呢。丙俊那边很陡哎，他的很短，可是子俊可以冲刺哎。看丙俊还在悠闲的走，这应该就是一个龟兔赛跑吧。现在回收在这里，这里是子俊，这是丙俊，子俊获胜。那你们看这里哦，我们山顶见哦。现在丙俊两路，选择这个比较陡的路，应该可以直接缓，直接长去。可那里比较缓的啊，就要稍微走一下。还好远。刚刚不是已经显示 1.3， 还有 1.1 公里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有这边路线有两个，一个是陡上，一个是缓上，可能这边是比较缓，这边比较陡。我们回收决定要走。陡了，没错 ，Let's go， go go go。虽然现在进度20公尺就要休息一次，但我们还是要冲一下。那个缓的感觉要绕比较大圈，我跟回收只好挑战，毕竟我们是昨天的第一日的单日赛单战冠军。耶，好陡哦！这里真的很陡哎，差点往下掉。但是在爬底部而已，我们就差那么多了，看不到下去的路了。这一段南峰的后段真的有困难的。都是短上，哇！照面有一面墙，太累了吧？这个南方还真的是考验人心。越上面，哇咻！现在越冷，冷气一直吹上来，只好穿了外套。当我们爬到快到这个山头的时候，没想到好像不是这个山头，因为路不是这样走的，路是往下，所以是。那里吗？是那里。真的不是耶，后面更高，有点难度啊！真的要训练过再来。我已经训练归零了，不是那一座，在更后面，应该在后面吧？来爬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当你跟外界断了联系之后。你身旁的这些朋友是你现在唯一最重要的陪伴。这边的路也太难走了吧，走这。应该快到吧，现在海拔已经331了，已经看不到更高的山在附近了，所以应该是快到了。越到上面越喘欸，它这个越来越陡，空气又稀薄，哇！看这里，好多人叠了这个小石堆，代表他们来过了。回收，好，这边领军，其他同伴就在那里。走吧，直接攻顶了，最后了，最后。看到山顶的心情真好，耶！看到三角点。
在你未知的路上，我都觉得好远。哇！3358，我现在已经3320了。西南南风到了。Yes, we did it. We did it. We did it. We did it. Yeah. We did it. 好累哦。终于到了，附近都比我们还矮，终于到了3358奇人南峰，耶、yeah, ！等下还有一座南华山，有点累，有点没力，耶、yeah! ！到了到了，阿基要笑一下，到终点了，奇来南峰到了，奇来南峰到嘞，奇来南峰到嘞。下山了，下雨了，而且我们现在大家爬完这座山就懒得去南华，南华山好像在隔壁吧，还要再走2公里。看到你想去南华山吗？看到你那个想去南华山吗？想去南华山吗？天气没办法啊，想去南华山吗？有两个人跟我走，我就走。有两个人？谁？没有人。没有。现在这边下大雨了，快下雨。好，我们下山吧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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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燕博加油，最后了。哇、wow ！很美耶！哇、wow ！彩虹哎，而且好完整哦，超美的。现在在下雨，然后又出太阳，直接尴尬的有彩虹，你看超美的，好美哦！这是那个三屋小确幸，因为我们下雨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南华山，所以就在三屋休息。然后你看，超美的。在山庄的生活呢，就是睡觉、吃东西、泡泡饮料、喝咖啡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网络。然后刚刚他已经找到一个据说有网络的点，所以我现在跟他来朝圣一下。等一下，要重开吗？重开一下。哦，有哎、欸！傻眼！傻眼！有网络！你不要用掉！在你身上很神圣，真的网路哎，好猛、喔！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明天就要爬下山了。然后今天晚点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山屋的高级，听说这也是全台湾最高级的山屋。几级哦？可是我第一次住，我觉得就好像就标配这样，就一般般，因为我看过其他没住过更烂的，所以第一次住到这个太好。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去那种旅游的地方，对啊，它就很像背包客栈那种感觉。就是大通铺，然后一人一个柜子。我决定，因为下雨没有去爬南华山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住的这个山庄就是这里，天池山庄。很多人都说这个山庄呢，应该是全台湾在百岳里面最五星级的。我就要好好跟你们介绍一下它的外观，到我们今天住的房间，还有它可以煮东西的地方吧。厕所呢，就是在这边户外的，有点凹洞。这边就是男厕女厕，然后有两边，所以这边还有一栋男厕女厕。然后因为在山上，通常好像因为我是第一次爬，我不太清楚，但通常爬山好像就是不会洗澡，因为太冷了，然后又要洗澡要带太多衣服来换，不确定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洗澡吗？如果会的话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不太确定。然后这两个厕所就是在我们住的外面，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我们进山庄之后长怎么样吧？这个山庄还蛮大的。我们今天住的是十人房，因为我们来十个人。这里就是山庄，我们进去吧。Go go！ 这是我们住的房间。
有点而暗啊，开个门好了，因为山庄好像不太会开灯，我就尽量拍给你们看，画质可能会有点糟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床，是一个大通铺，然后大家一起睡在这，上面有一个小架子，你可以放你的东西。那这边呢就是楼梯，然后这是我的毛巾。对面呢，床的对面就是柜子，这柜子呢超级大，超多个，一个人的登山包绝对是放得下来。这个最乱就是我的格子，二楼的部分跟一楼差不多，就是长这样一样，然后上面一样有放东西的地方，外面有窗户可以看到外面。这大概就是天池山庄私人房的样子吧。然后因为现在已经快要吃饭时间了，我们再来拍一下他们的搭伙的餐食如何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装个饭，然后有六道菜，嗨，在山上可以吃到这种菜是不是很幸福？因为我们自己煮的菜都不好吃。吃饭开心吗？必须的，耶、yeah ！马铃薯不是分是芥吧？不要说瓜、高丽菜、香菇，快别这么说。客家高山高丽菜，开动。我要 cue 大家干嘛？